前日本女乒主力石川佳纯现身采访区，特别采访了中国女团，而且用的是中文采访。在采访后，石川佳纯给每位中国球员送出了聘，最后时刻是请求沉闷给马龙的。关注乒乓球的球迷应该知道，石川佳纯最喜欢的中国球员就是马龙，不过马龙早就结婚了，石川目前还是单身。不过网友也曾磕过两人，这一次队内老大姐沉闷最懂石川佳纯，会心一笑后表示我会替他谢谢你。网友表示为了给你，我给了所有人。女团决赛正式中日对决，当然采访的内容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当然莎莎还表示，我觉得首先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，他们的年龄还有实力，我觉得都是越来越强。釜山的世锦赛上，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，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对抗包括水平其实都是在伯仲之间吧。